第一排的照相机门，中间第一排照相机门，第一排的左手边，第一排的右手边。再看第二排的中间。左手边的相机，第二排的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第二排的相机。我们先请照相机们先放下来。那新汉汉 producer， 我们看看上面的大机器好不好？中间山顶的机器，可以挥个手啊，摇一摇你的奖杯啊，讲座啊。再看看你的左手边的山上，还有你的右手边。舞台助理有请，将麦克风交给三位。欢迎来到新闻中心这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三位再重新说一次你的得奖感言，可以说一个完整版的。好，其实我也没有准备，然后就是谢谢评审单位，然后谢谢金曲奖制作单位，然后谢谢我的团队，对，没有他们我也不会得奖。然后谢谢我的专辑里面所有制作的。参与的，然后也有化妆的，里面有特别感谢汤姆哥、蔡依林，还有张靓颖、蛋宝，对，感谢这些人，感谢我们，谢谢。那伙伴们要分享几句吗？就感谢那天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，然后尝试帮忙的所有的歌手，然后我在讲他们，大家真的。要谢谢一下，就是旁边两位，然后还有天才，就是朋友嘛，对，然后谢老，谢谢，我们从你的右手边退场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